不下，最后自己失误。王世贤就是一个很能活的选手，因为他的条件很限制，身高也不是很高，力量也不是很高，但是能力在进行细节和减少自身失误这种。但是他的球路变化也很多，在场上打球非常动脑筋。哎，他应该算一个非常能顶的选手，就是在他出现极点的时候，他这个抵抗的能力很强。老板运动员弃权，比赛取消。接下来依靠场地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比赛，由中会中国对内德切瓦保加利亚。The match on top one will be Zhou Hui, China, Petra Nedelcheva, Pokaria. 辩评员连丢六分之后，终于止住了下滑的势头。Service judge 李鸿渐。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比赛，由周慧中国对内德切瓦保加利亚。裁判蛇西中国，发球裁判李鸿渐中国。四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双打的比赛，由何真恩郑庆恩韩国。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对手设计自己的球路。中国像王世贤这样往前很突出的队员，有的时候就是得躲着点，躲着点他的两个网前，你放的越贴网，他回过来的球会更加贴。黄英俊 Korea and 夏欢汤金华 China Empire 郭嘉伟 Service Jack 徐希华。这是朴成焕，他在第一轮的对手是中国的小将王征明。头顶掉直线，动作一致性很突出。来看一下，突然一个收掉，尽管只是第一轮的对抗啊，但是由于两名选手级别都很高，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打得非常精彩的一个第一轮。界内，挡对角界内。从叶佩妍的眼神来看呢，似乎对这个比赛他已经不太有信心了，找不到办法了。在10-6领先的情况下，现在打成了12-16，被对方打了一个10-2。其实是半场球。三个吗？好的，上网还是非常快啊。
30-60 刚好界内，抽出底线。两个正手底线吊对角没有过，换一个球，叶佩妍提出来不换，这明显的是一个拖延战术，经过主裁看了之后还是要换球，连丢三分，王世贤利用换球来缓解一下对方连续涨分的势头。这球应该是出手的时候有点犹豫，侧身没有完全侧过来，所以动作做得不够果断。叶佩妍这个球连续压对方的底线压得非常好，而且打得很耐心，直到出现特别好的机会的时候才利用放网。叶佩妍又反超，王世贤抓住一个突击的机会，杀得很靠近边线，落点很好。被动了，你打不到对角线，过度直线。王世贤的手中反攻还是打得很犀利啊，看到这个机会敢于去搏杀。其实这个球它的击球点也并不是特别理想，击球点比较靠后，而且击球点也很低，但是球杀的落点很好，而且特别突然，这关键这一拍对方完全没想到。半场一个蓝调，叶佩妍在追成十八平，得一般谋冲啊，打羽谋冲。APO， 这王晨也是用广东话说好球好球，亮波亮波。王世贤在这几分球呢，他就是非常敢搏杀。这时候还是想把这个得分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出现机会的时候很敢于下手。哎呦，这球！
其实王晨呢，他是上海人啊，这样他就掌握了这个，哎呦，车出界。叶片的举点，球突然发一个后场的平高球，但是叶片发的质量不太高，没有过对方头顶。还是发高远球，再挑到对方底线，叶佩妍连续突击杀中路。叶佩妍真是有能力，连续杀上网，然后再平高球压对方头顶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这一分也是关键比分。由于叶佩妍呢，他总是从第一分就开始下压上网，然后他一上来就连续两个杀上网，这样在这一分球里面，他前两拍、前四拍已经消耗了很多体能。那打到后头的时候，打到多拍的后半程的时候，肯定他的体能会负担更重一些。王世贤的长点，哎呦，叶佩妍最后的失误啊！叶佩妍在有局点的情况下没有能够顶住，让王世贤22-20胜了第二局，他以2-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叶佩妍，这样王世贤就打进了本次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第二轮。好，观众朋友，那这场比赛呢，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，稍后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男子双打郭振东、徐晨对丹麦选手庞德和克里斯滕森的比赛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。